空性不生法相，但是因为众生的求他才得求必应，先找到心再说。因为我们现在的心是意识，你的心里边怎么能不生？你刹那刹那千面，你的心是没有定向的，你生不生法相不知道，你只是生分别执着。你的心是，你这个意识就是看见这个了升起这个，看见这个又升起这个，你这个意识是生灭法，对镜生心嘛。对杯子，哎呀，我意识里边这是个杯子。对花，哎呀，花，刹那刹那生灭，已经从这个变成这个，这个心是毫无意义的嘛，这是个生灭心嘛。对六尘生意识嘛，这个意识不是真心嘛。所以你先要见到你那个空性嘛，你那个真心是不动的，不生灭的，有一个，是吧？这就是能看的所看的，这就是能看的。这就是我能看的也跟有个野识嘛，能看的这是白色的杯子，这是黄色的花，对吧？看见了升起野识，然后这是个六尘嘛，外境，这是个内境，能看这个意识升起的，这个意识是个假心，真心是知道我在看法，知道我在看，因为真心是不动的嘛，真心不是，真心是永远在这如如不动的看一切的，无所不看，知道吗？知道你在看花，知道你在看杯子，知道你在看的，因为这个假心呢，看到杯子的时候升起了，杯子走了，他看到花的时候又升起了，因为杯子已经就生生灭灭是，但是生灭的都是假的，但真心知道你来了去了，来知道你这个意识，刚才在杯子这儿，现在有真心都知道，就是佛性一直知道，空性在这儿。空性知道你烦了，你看你坐在这儿，有时候说，哎，老师，我这两天很烦，谁知道你烦？跟我说话的那个知道的，那才是你的真的，烦的不是，烦恼不是。说我这两天很快乐，有一个知道你快乐的，有个知道你烦的那个是。所以这就叫明心见性嘛，逐渐逐渐，每天这样修，清静下来，你就可以见到那个。现在我们见不到了，因为那个无形无相。所以见不到，见不到是什么？如果他有形有相，我们早就见到了，是吧？他就算是个名字，我们也能想象一下，推理一下，他连个名字也不给你定。他说最后连名字也不对嘛，他无名无姓，无形无相嘛。所以如果他是个什么像苹果一样的，我们也能找到，能见到嘛。所以像个虚空也能见到，虚空你看这也是假，他连虚空也不是啊，无名无姓，他就在这儿。无名无姓无形无相，但是它是有的，不是没有啊。我们的佛性是在这儿的，你不要以为无名无姓连虚空也不是，它没有，它在这儿啊。它每天知道啊，你做啥它也知道，它跟着你啊。它在这儿，但是呢，无形无相无名无姓啊，你不知道它的，它叫道也行，叫如来也行，叫佛也行，就很多名字。但是它是无形，所以你看不见它，是因为你怎么能看见一个无形无相的东西呢？他连天人也不是，你说天人还是一束光，他也不是光，他也不是波，他也不是能量，他不是信息，他也不是虚空，他也不是虚无，知道吧？他也不是屏蔽了一切你就可以见到，不是，就是沉静下来，六根清净以后，无眼耳鼻舌身意的时候见到，障碍你的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，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本来也没问题，也没有错，但是你的心分别认知有错。你的眼睛本来是圆通的，没有障碍的，可以看一切的，看十维的，但现在就看了三维。为什么？你的心定义了三维，定义你是个人，所以你就只能看你定义的那些东西。你看，举个例子，我们定义的东西，假如说啊，你有妈妈吧，是吧？假如我不告诉你，但是你想也不会想你妈妈会来，是吧？今天晚上啊，假如不告诉，就安排你妈妈坐在那个后边那个位置上。你到走你都可能看不到，你会站起来直接从门上走的，你都不会关注这回事呢，而且你也觉得怎么可能，他怎么，因为潜意识里面你都觉得他应该在那个地方，你会觉得他应该在老家，是吧？他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呢就是你就会看不见，知道吧？就有可能，这就是很多催眠术啊，你看那些催眠，就是有一个人，就是他催眠了，把他催眠了，他就会屏蔽掉他那个意识的时候，他不接受新的东西，他就不转了。他女儿站在平，他女儿在国外呢嘛，就把他女儿接回来，就坐在他面前，他真看不见这个女儿，然后甚至把手从女儿这儿穿过去，还跟那个人就
就在这面前不断的说话拿东西，就没看见他女儿，催眠了嘛。所以可能发生这种，就是我们内在定义的东西会呈现在这个世界，就是说有时候你真的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。我们定义了什么，我们只能看，我们定义的，我们佛佛说我们定义就是方寸之地，你见闻觉知到的一点点，很有局限性，所以你会无奈啊，你会憋屈，还有你有缺失感，都是这样的。你见闻觉知被自己的定义局限了，所以佛说你对这个世界呈现的世界有多宽广，与你的巡业发现，与你应众生所知量的东西，你的世界你知道的东西越多，你的视角越开阔，你的世界越大。如果我比如说我有天眼慧眼法眼，那我的世界维度更多，我在我面前呈现的世界更宽广，知道吧？巡业发现就是虽然也是幻境，但幻境更多。如果你不着相的话，那当然好了，玩得更开心嘛，是吧？但你着相就更倒霉，是吧？就更恐怖。你人道都不着了，天道着了，天道不着，这个世界着了，那个世界着了，因为都有你的化身在那儿，而且跟你是一模一样的感受啊。那个世界那个化身活，他升起的觉受，你这边同时升起，你只要看见他就同时升，你只要一着相。比如说我在另一个世界做一件事啊，只要我看见他那个世界那个我跟这个是一样的，但长得可能不一样，是两个化身。只要那个世界出现的任何问题，我这边同时出现，因为着相了嘛。你会发现，你只要敢定义，他就是。但是他就说他是你啊，只要你这边身界未破，他胳膊疼你也胳膊疼，他头疼你也头疼，知道吧？他死了你临时也差不多，只要你敢着相，你的身体会出现问题，知道吗？就这就是我们把它叫平行维度啊，或者是叫，但是在其他世界会，你会在境界里会有时候同时出现好几个平行的世界，但是都是幻境，现在没有平行世界这一说。随业，是随业发现，就是因为你的世界，所以有的人的境界里边，他就发现他有十个二十个，有的人说我有两个，有的人有三个，就是因为你的视角，你进入哪个眼睛，法眼还是慧眼还是佛眼，在哪个等级上？那么佛眼成是人家释迦牟尼佛的化身，数不过了，这化身是不是我们的念头？阅历，因为众生要，因为你要发愿普度众生嘛，因为你是其实他是在成道影帝的，他有阅历嘛，你要发愿普度众生，众生就在空性里可以见到，众生在他的空性里随他的业力看见你，知道吗？如果没有这个愿，就不会轮到化身，还是每个都本自具足的，有愿就起用，没有没愿的，没有都有。你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就已经是个阅历，因为对这个，就像我们对空性来，你在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过程中，你已经在普度六道众生，因为你就是个六道众生，你就是个法界，你就是三千大千世界，你要成道，你就把自己三千大千世界度尽了，等于你把这个世界成佛了嘛，那在你身上不是三千大千世界？那所以要法报三生圆满。才是普度众生，三生圆满才能普度众生，是吧？也不能这样说，就是说，其实是三生圆满呢，只有人力才说三个生这样的角度。对佛来说，相、性相、功用，性我们化身不是用嘛，就是性跟相，见相就见性啊。只是人力怕你着相，所以说破了相才见性啊，是。性相用都是一码事嘛，都是一码事，就是一个。你现在在多跟少的，我一直说在多跟少的分别里面问题啊。你现在坐在那是个相啊，但也我也说你是个性啊，是吧？也说你是化身，法报化同时统一在你那儿。那就任何一生成就的，其实另外都当下都成就圆满。但是在人道成就的话，就是。这个只拿人道的说吧啊，就是说我们不说第一地啊，就是从空性来讲没有这回事。那么从人道的角度讲的话，你就是说，比如法身成就啊，法身成就就是我们本性是圆满的，是吧？你要证入法身境界，证入法身境界的人呢，他的见地就不会错，
他在佛学这一块他的戒谛已经讲法，就是善巧方便，就是说对机说法这一块已经很圆融了，很圆满了，就是但是哎无漏，就是但是你在法身成就不一定在人道，知道吗？比如说举个例子啊，举个例子，我还是拿我自己比啊，打坐的时候你可以进入一个定境，定境是平地人道的，就是说你这个人连呼吸就停下来了，这个人力的意识已经完全消失了，你就可以出神去。出神去的时候，你这个神可以在天道或者在其他维度，你不在人道，你在其他道学习佛法，知道吧？比如说有卢素菩萨或者他们去斗率天听法，哎，可以在斗率天。但如果你在那儿是待很久，你在那儿可以证果嘛？然后你证了，那就法身可以圆满嘛，就是法身成就。但是人道众生不一定知道。但是其他道就是有神通的众生都可以知道说，有一尊佛已经成道，有一尊人，有一个人成佛了，或者有一个天人成佛了等等。但是你那个时候当你证得法身成就的时候，那这个是不是我这个杨宁是不是他的化身？就我就变成我成了他的化身了，虽然是我出生去修的，但是翻过来，因为他成到了我这个是报身没成就，这个肉没成就，这个气脉没转，那我是他的化身了，就不成他是我的出神了，就翻了嘛，那他才是主，我才是个次要了，就不是这样了，那我只是个化现嘛，那我就成了个人道的通道嘛，那假如说我去说法，那其实他通过我的嘴在说嘛，但这不是附体，这不是一种就是说，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嘛，只是众生以为是两个相嘛，他本来就是一个相。我谈不上一个像，两个都是幻境嘛，一个就像月亮，一个就像水中的月亮，你说水中的月亮跟月亮哪个是真哪个是幻，就是这就佛说的第二月的问题，一个是真月亮一个是假月亮吗？水中的月亮也是月亮啊，是吧？那千江有水千江月，对，发生可以有很多，对着就是说我现在不是讲这两个嘛，嗯，假如说有一个法身成就了在其他维度，那这个假如说我有个法身在其他维度成佛了，那这个羊女就是第二个月亮，知道吗？就是她的月亮，水中月。那么这两个月亮哪个是真，哪个都是假的？因为都是相对众生来说，因为都是时空幻境嘛。只是举个例子，这就叫释迦牟尼佛当年很多天人去听他说法嘛。释迦牟尼佛坐在这儿，比如说有一百个天王听他，天主听他，都说佛啊，你要去我们那写讲法。佛说好，刹那之间。他们都说你们回家去准备吧，每个回家就准备了个法座嘛，就很高大的法座，让佛来讲法嘛，先给准备个法，然后准备好以后刹那之间每个座上都有个释迦牟尼，然后那个天主说我这个是真的，你们那是化身，然后那个天主说我这是真的，你们是化身，问佛到底哪个天主座上坐的是释迦牟尼，剩下是化身，我说都是真的，都是真的，然后说都是假的，也都是假的，因为只有你们在分真假嘛，是吧？都是只有大家在分性啊、相啊、化啊这些东西。佛的原话是都是真的，所以天主就不争论了嘛。或者都是假的，大家还吵一顿，说假的怎么讲法呢？因为大家找真假相。或者都是真的，一模一样，没有第一个，没有说他是从我变过去了，还是我是从他变过来。空性没有第一个，空性没有第一因啊，没有第一个缘起。空性里边无形无相，怎么可能出现释迦牟尼佛呢？空性永远在那，每个释迦无明后边就有圆满的佛性啊，每一个化身后边也是圆满的佛性啊。那个法座上坐的每一个释迦牟尼佛都是圆满的空性在那实现啊，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就像你妈妈有五个孩子，每个孩子的爱都是圆满的爱啊，怎么可能分成五份呢？爱是圆满的，空性是，你变成一粒微尘也是圆满的佛啊，怎么能是假的呢？月亮是那个月亮，也是水中月，也是圆满的月亮，怎么能是假的呢？只举个例子是吧？所以没有法身、化身、报身这一说，只是，但众生是把这个肉体人道视线的这个化身的，就是一个气脉全部、脉轮全部开启，神臂啊、神通三十二下、八十七行，这个当成报身成就。然后在没有证得三十二相、八十随行好示现出来的时间，称为化身成就，化身嘛。但是必须有一个是成佛的，不管在哪个世界，你有一次是成佛。
有一个像是实现了成正果的成佛的，这才算。都一样，是吧？那就法身成就，其实也就当下是三身成就。嗯，只有人类才说三身这个世界，所以如果谈到三身的话，要这个肉体成道的，要证到法力无边的彻万法缘的神变。他这些在实修里边还有一个共业。末法时期众生气脉转化起来比较困难，知道吧？一个是自己当然是执着，就算你破戒执着，还有共业的问题嘛，就是共业问题。比如说你自己在，我自己在转化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当你转化到一定时候，不管血液啊、骨髓啊，当你在转的过程中，共业对你的产生了就会影响，就是你就阻止你，就是往前再转。就是众生的业报，尤其跟你有缘众生的业力太重，马上就开始影响你了。然后呢，因为你还突不破，因为在你成道以前，你走到这儿，你还有时候你这个障碍你还突不破的时候，它出现的时候，它就阻止你，你还着相嘛，因为你还在没成佛，在正入以前就这些转化。然后呢，众生的共业跟你有就是，它就像一个一个的障碍，有时候你不着这个就着那个。所以末法时代众生还是就是破相，当然说始终还是你自己的问题，但是如果是场特别好的话，成道真的是快好多，因为跟你有缘的众生还都心地很善良，都是善男人善女人，而且功德都很大，那么你坐在那儿成道很快，知道吗？就是报身成就很快，就是你气脉转化很快。所以我就很想就是能跟跟你有缘的众生很重要，其实到最后转化报身的时候，但是成就法身，法身跟你的心性的开悟很有关系。那气脉转化跟你的父母啊、亲人啊，还有身边的同行道友啊，还有你的有缘众生关系很密切，很重要。但这个也不影响你，只不过是修的慢点，就转的慢点，而且有些障碍是可能今生无法逾越的。到最后星球啊这些都影响，太阳的变化啊、地球、月球啊这些。你上回说如果能在禅定中出神去修，就可以跨越这些障碍。心性上可以跨越，心性上因为直接破掉所有相，因为三千大千世界在心里如片云点、太虚点、在空性里，在心性上可以顿悟的嘛。可以直接出神，然后就圆满的嘛，用光化身来修嘛。光化身因为神通更大，他的界地啊什么，但是很容易回不来的哦。因为你出神刚开始你要不圆满的话，你是出个阴神嘛，阴神别人看不见，你自己能看见嘛，有一个你出去了。但这个如果你的等级不够的话，第一是你在外边找相嘛，你找天道的相，还有就是被天魔灭了，就被其他的东西灭掉。所以出神这条路的话，我也考虑过给你，但是也是挺危险，挺危险，就很容易出偏，很容易。有过来人师傅带着就行。需要很强大的护法、护持。就还有你自己的因缘啊，很多的具足功德啊，因缘具足太护持太厉害了，就是有些因缘是自己带来的。天生带来的就是因缘具足了，天生就像一个转轮圣王，他来的时候一定带大宝嘛，带吉宝嘛，比如说他自己带财富，他就投胎的时候就全带过来了，就是这叫转轮圣王。所以为什么他叫转轮圣王嘛？所有的东西都与你自己有时候有关，与你的阅历，来的时候的阅历，如果成道的话，其实一旦有一天机缘具足，大家不能放下，我一直对你嘛。说大家坐在这儿说，老师，我今天放不下这个放，我知道你会放下，时间问题，因为你那么聪明，你肯定最后选择最好的，不选择差的。现在你不选择那个最好的，只是你的发傻嘛，你迷糊嘛，脑子他都吸毒吸的就脑子抽筋都不行了嘛，都是迷糊，就是混沌嘛。我觉得大家如果都知道法这么好，都会修的，都会成的。就是还有就是。有些东西还不能让他的太多体验，就是他觉受有些体验太重了，他又会住在体验里，就那个中道一定要在这个界地上慢慢就是清净，再加上界地的圆融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出神通啊，出点什么，就可以增长信心了。
你在没有这个人，如果他的芥蒂没有自私啊那些东西，哇，这很厉害的时候，就是连六根的清净都达不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给他灌，让他出点神通神变或者是什么，哇，他那个自我我慢马上就腾起来了啊，然后藐视全世界的，甚至连佛陀也不看了。而且他完全去玩他那个游戏去了，嗯，就很恐怖了，真的，会培养出魔来的，嗯，会培养出魔王。